号码都换了，人不见了，我只能用最笨的方式来找你。小秋，我是不是做错什么？从你回上海后，你一直在躲我。我只是有点忙。忙到手机号也换啊？小秋，你不是这么不磊落的人吧？如果我们之间有什么误会的话，可以坐下来说清楚啊。你这样会让我很难过呀。坐下来说清楚。 怎么说清楚啊？是要我和我妹妹，还有你这个妹夫一起吗？妹夫，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？是我骗了你，我是珊珊的亲姐姐，而你呢，你是珊珊的男朋友，所以唐明，你成了我妹夫了。小娇。 谁跟你说我是珊珊男朋友？珊珊说的吗？谁跟我说的有那么重要吗？其实那天，你们在丽江说的话，我都听到了。老师，你好。痛痛痛，好痛！不不不不，费先生。 你又不是孕妇，可以不用跟着学的。没关系，我想感受一下这个就是孕妇的感觉。别理我啊。好吧。好，那我们换另外一个方向，伸出另外一只腿。哦。嗯。哦。哦。 啊，不行，不行，老师，这可以吧？怎么可能腿可以拉到这儿来呢？一点都不科学，待会拉伤了怎么办？是不是？你们弯了下去吗？不科学吧，这动作。我说什么呢？没胡说，这么疼。这是孕妇瑜伽的指定动作。不好意思啊。这么疼。没事，我们继续来。练习。哦。费先生，你可以保持安静吗？ 不要影响到他人，好不好？哦，好。来，我们继续啊。继续，保持。我只是跟他假扮的。你说什么？ 你说你们俩在假扮他女朋友？珊珊说这样做的话可以让他那个讨厌的男同事不再追求自己，所以为了保护珊珊，我就答应他了。你干嘛不早说呀？我是想跟他说清楚，假扮男女朋友太荒谬了，所以不能这样做。谁知道我约他，他居然把你带过来，还说你是他姐姐，我都没有什么机会解释，你就跑掉了。可是。 我干嘛要相信你说的话呀？但是我相信你啊，你和珊珊是姐妹这件事，不是你隐瞒我，或许你不会相信，我很早以前就知道你们是姐妹了。郑楚跟我说的。原来我才是那个傻子呀，我是不是很可笑？不会，我觉得你很可爱，谢谢你，小九。 让我进一步了解了你。<笑>好了，各位，今天课程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 ，Namaste。宋总，我们上周主要是针对爱美之旅这个项目做了一些辅助性的配合工作，那我们接下来这一段时。 不好意思，你们先交流，我接个电话。我已经凑够50万了，剩下的我会慢慢想办法。那么多钱，你总不能让我一下子全拿出来吧？
小顾，继续。哦，总之呢，我们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呢，除了继续配合艾米之旅呢，也会展开一系列新线路的这个设计工作。目前呢是针对这个五一假期的短途，我们有一个大概的规划。那个小顾，你接着说。来了，你把小顾说的东西都记起来，我出去一下。 脸色蜡黄，精神状态也不太好，该不会又是你们男人找上门了吧？就你话多，就你话多，就你话多啊！苏总业务繁忙，接起电话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也觉得苏总最近不太对，哎，确切的说，应该是自从他的前夫找上门了以后，到这段时间一直不太对。楚哥，你有没有觉得他好像最近恍恍惚惚？ 康恩回来，你前夫比你还钱，不关你的事。我想帮你，不需要。苏芒，你想帮我什么？你怎么帮？你问过你家人了吗？他们同意了吗？郑楚，我已经让他们有误会了，我不希望这个误会更深。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想办法，我想见着你。 苏总，建行的朱经理在办公室等您。哦，好，我一会儿过去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刚说什么？朱经理，建行的？刚才说我不在。啊，以后只要是银行的找我，都是我不在。还有啊，今天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不让别人到我办公室来。去吧。 喂，中介公司吗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我有一套房子，急着出手。好，那我们约个时间看房，我把时间地点到时候发给你。好的，谢谢啊。嗯，建设银行周经理找你谈合作，为什么不见他？哦，我刚不小心听到你说话，你要卖房子。 住哪儿了？你骗人啊！连个银行人都不敢见，每天接债务的电话，现在还睁眼说瞎话，跟我说你不想住那儿？费总，我想不想住那儿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还有事儿吧？你先去忙吧啊！是吗？ 苏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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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苏芒，苏芒，哎，孕妇体质呢本来就特殊，你连早饭都不吃，很容易低血糖的。你这次呢算是命大，晕倒了，孩子都没什么事儿。 下次有没有这么好运气，可就不一定了。谢谢医生。那我现在可以出院了吧？出院？你需要在医院里面休养几天。我们只是初步判断的晕倒是因为低血糖，但是具体的结果呢，还是要看其他报告出来才知道。啊，好好休息吧。 真的没事儿，估计就是因为没吃早饭。走吧，走吧。对，医生都这么说了，你最好听他的。我还有事儿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来了？同事说你晕倒了呀，究竟怎么回事？没什么，谢谢你的关心。费总。嗯。
麻烦你送我回去。好，来了。 你喜欢苏芒，对吗？我只能说，你让他倍感压力。这种情况在我身上的话，不可能发生。可是他不喜欢你啊！哼，一个成熟的女人，她不会挑自己喜欢的男人，她会挑个适合自己的男人。那如果我是那个她既喜欢又适合的人呢？ 我觉得这个问题咱们两个都得好好想想。不用想，你别妄想了。喂，房子有人买了吗？ 要等3个月以后才能办手续啊！不行，我等不了，我急着用钱。哦，好，谢谢。郑楚，你肯定不知道什么是骨长。 我刚问医生了，就是腿长的意思。宝宝以后肯定是个大长腿。你刚才一直叫我郑楚。你以为最近你想帮我是吗？你怎么帮？你问过你家人了吗？他们同意了吗？郑楚，我已经让他们有误会了，我不希望这个误会更深。 就算把房子卖了。 苏芒，你身体不舒服吗？哎，给你点了你最爱吃的牛肉炒饭，已经把胡萝卜丝、绿豆芽全都给去掉了。吃吧，你先吃吧。我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一点胃口都没有。哎，我看你这脸色也不大好，没出什么事儿吧？ 我前夫回来找我了。你前夫？哎，说来话长。没关系，我能解决。倒是你啊，满脸春风得意的，是不是跟那个唐明好了？哎呀，你瞎说什么呢？他就是告诉我，他跟珊珊不是男女朋友关系。 你看看你呀，满脸写着4个字“爱情得意”。祝你幸福。嗯。跟你比起来，我的感情一团糟。怎么了？离婚本来就是失败的呀。哦，你看我，高高兴兴结婚了吧，还找了个烂人。
找个烂人不说吧，没两天就离了，离婚也不说了，稀里糊涂的弄个孩子出来。弄我孩子也算了，我还不知道孩子爸爸是谁。你说我是不是挺失败的？是有点背。不止这些啊，还有别的。好不容易喜欢上一个男的，现在竟然成了这个男的的累赘，我也够倒霉的。是有点。哎呀，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我怎么不能这么想？我就是觉得我自己错了，你不觉得我错了吗？你听我说啊，我这个孩子，我没有经过他同意就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。他出生以后，他如果问我要爸爸，我去哪儿给他找啊？我都不知道他爸爸在哪儿。如果他没有爸爸，那对他是不是太不公平了？肯定不公平。是有点不公平。哎呀，你瞎说什么呢？不是这回事儿。怎么不是这回事儿啊？苏芒，你别告诉我，你想把这个孩子给打掉？那我倒没这么想过。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？这怎么也是个生命。我只是觉得我欠他的太多了。哦，那就好。你吓死我了。苏芒，我跟你说啊，再大的困难那都是暂时的，一咬牙就挺过去了。对于宝宝来说，能够看到这个世界就是上天对他最大的福气。你担心什么呀？宝宝有你，有我，有郑楚、舒畅，有那么多人爱他呢。没有爸爸怎么了？只要有爱，宝宝一定会健康成长的。是吗？嗯。可是我还是觉得不能给他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。说得好，我们得给他一个健康的生长环境。先喂饱他，来，大口吃肉，大口吃菜，来，可凶了，快尝尝。吃，先喂饱你。总之，亮姐，这件事情就麻烦你了。其实不用那么复杂，虽然她是女生，但是没有像那些娇气小女生的做派。还有音乐，尤其是这音乐。哎呦，唐医生知道了，你都已经说了三遍了，要放 All of Me 嘛，你朋友最喜欢这个歌手了。原来我跟你说过。哎，也没见你对哪个姑娘这么上心啊。女朋友啊？还不是女朋友，不过过了这次就不一定了。行，包我现在了，保证让你抱得美人归。来来，小熊，你说什么？苏芒不想要孩子了？是啊，郑楚，我知道你刚跟苏芒分开，但是下午我跟他聊天的时候，我觉得他这状态不是特别好，所以我也挺担心的。只能打给你了。谢谢你，小秋。我跟苏芒没有分开，也永远不会分开。有什么消息我再跟你联络。好。对对对。车还很新呢，我都没怎么开，一共也就才了，对，开了5000多公里。行，你想看车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嗯，好。你要卖车？跟你有关系吗？还是你要买啊？没问题，看在同事的份上呢，给你打个98折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车。帮你，
你走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我知道你起来了，你把门开开啊。你不开门我也有办法进去的。邻居，你看你都吃了些什么呀？我给你做了好吃的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你不为自己考虑，你也得为孩子着想啊！啊，不能总吃那些没有营养的。我都说了别吃了啊！我给你做了鱼露腊肉炒饭，来尝尝。吃啊，别看了啊，一会儿饭凉了。啊，吃啊！你有完没完呢？我不吃，我说了我不吃，以后也不用给我做，我不需要。出去！出去，听见没有？我让你出去！你怎么又不吃早饭呢？这样对孩子不好。咱们昨天不是说好了吗？天塌下来咱们一起扛啊！你快进去把早饭……哎，苏芒，苏芒，你要不吃，我就一路捧着睡到公司去。苏，苏总好，苏总好，嗯，等。苏总，
想让他进来的，可是我怕他在外面乱说，对你更不好。我知道了，去忙吧，别让别人进来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500万，什么时候拿出来？陈佳明，你当我是自动提款机呢？怎么可能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、啊？而且，根据我们的财产分割，我只需要负担100万的债务，怎么可能一下子变成500万？在英国的时候，我是不是给你套公寓啊？可是我没要。要不要是你的事儿，但是我给了。苏芒，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我给你买的名牌包也不少啊。那你要不要把吃饭的钱也算进去？比如说，我饿了，你帮我买包薯条；我渴了，你帮我买瓶水。苏芒，跟你离婚是我一时冲动，其实我真的想等你回来。还记得在英国那段时间吗？是你最难的时候，咱们两个同甘共苦啊。现在是我最难的时候，你得帮我。苏芒，苏芒，星期一是最后还钱的时候，如果还不上，我就得去坐牢。算我求你了，最后一次。有时间吗？又是你啊！楼下有个咖啡馆，咱们可以聊聊。咱俩聊什么？你不就是要钱吗？兴许跟我聊完，这钱就有了。拿着吧。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你外面背负了多少债务。就你先拿着用，多的还给我，少的再补上。你这算是施舍我吗？苏芒，收起你的傲气可以吗？你是女人，不是千斤顶，扛不住这么大的压力的。而且这是公司，为了这些钱，让人家找个公司来。我这不是施舍你啊。我是为了公司环境。你对我这么好，目的是什么呢？拿了你的钱，让我做你女朋友？哼，别把自己想那么廉价，好不好？趁人之危的事情我不会做的，何况，爱情不是钱能买得到的。但是，你要这么想我，我也没办法。谢谢，但是，请你给我留点最后的自尊。我知道，你肯定要说我死要面子活受罪。可我除了这点自尊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苏芒，你对我的确狠心啊！谁叫我非议就喜欢你的固执。如果你有需要，我
我随时待命。谢谢。行了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钱什么时候到账？500万不是一笔小数字，我需要时间去凑钱。不过你放心，钱我一定给。那就好。走了。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你跟我前妻什么关系啊？我跟她的关系有很多种可能，但她对你而言只是前妻。从你的眼睛里，我已经看出你们什么关系了。你不介意他有孩子吗？那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。哦，对了，拿到钱之后，你会立刻回英国？当然当然，也不一定。毕竟我老婆，我前妻，她肚子里那个孩子还没搞清楚是谁的，对吧？苏少，我有事儿找。500万？我姐跟我说就100万，怎么一下变这么多？陈家明亲口告诉我的，确实是500万。楚哥，那这钱要是不还，我姐会怎么样？陈家明不仅欠了银行的钱，还欠了高利贷的钱，这些人已经找上门来了。当然这些我都不担心，我最担心的是你姐的身体状况，她可能因为这件事情会患上孕妇抑郁症。陈家明这王八蛋，幸亏你跟我说了，我最近忙果果的事儿来着，我得想想办法。办法咱们俩一起想，不过你替我保守秘密，不能告诉你姐我在帮她筹钱的事儿。那我先替我姐谢谢你了，楚哥。行了，有事给我电话啊。对了，我记得你手里有你姐的家门钥匙，是吧？什么？怎么在这儿了？喂喂喂！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大半夜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你醒醒吧！
我从一窗户进来的。胡说！窗口明明锁上了，你从哪儿进来的？锁上了。我从哪儿进来的？我怎么进来的？你给我出去！你给我出去！王五，谁让你进来的？我这、啊，你给我出去！谁让你王八蛋？你给我出去！我昨天晚上没有恶意，我是怕你出事儿。不是你有病吧？我现在觉得你就是个流氓，你知道吗？还从苏畅那把钥匙骗来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不够惨啊？想落井下石再害我一把？我再说一遍，我是怕你出事，怕你想不开。你最近的状态很……我昨天怎么了？我晚上能出什么事儿？你怎么能担心我晚上出事呢？我是吃安眠药，我还是跳楼啊？我都已经这样，我求求你，你盼我点好，行不行？我别在车道上站着，危险！站开！哎，陈老师，是我。啊，对，他最近脾气暴躁，想事儿消极，情绪特别不稳定，饭吃的也少。啊，对，晚上还总做噩梦。啊？孕妇抑郁症？哦，啊，我知道了，好。我就说吧，脑子坏掉了。